来玩这款游戏《怪物幸存者》，IO， 跳过经理三角形，什么意思啊？哎呦，这次的幸存者玩法好像值得一看呢。双平台推出，哦，圣女贞德啊！我现在同时有好几位角色哦，然后选择技能的话，就是看你要选哪一个都可以的，这样子有没有很好玩呢 ？Are you kidding me? I'm the little boy. Are you kidding me? 我现在有四位角色：火球、猴子一个锤子、还算是不错的、啊。其实他的角色模组。而且是有做到创新啦、啊、多了好几位角色、啊、我们应该增加跑速吧，好吧，跑快一点。哦，这是边界啊，到边界会分血，各位有看到吗？嘿嘿，你在想你在干什么？我在做极限操作，可以再碰一下吗？啊，可恶，挑战失败耶！哇，好啦，直接就到了天赋解锁这个地方啊。那还有什么地方？我们就看一下这首页吧，待会再来认真玩一遍，好不好？没金币啊，一分分多钟就挂了，我被我自己给打败了。好啦，来。哦，一开始我只有一位角色，所以刚刚一开始刚刚有那么多位角色是怎样？右边这个阴影，我点了他以后，他就加入我了。原来是这个样子哦、喔，欸，我感觉这个组合好像比较好欸。现在这里都不能碰他了哦、喔，手好痒哦、喔，好想碰他哦、喔。秋真啊，这个叫做手痒啊，秋真。擦擦擦擦擦擦擦。我要升级了没啊？女武神在随机区域发射一道闪电，还有圣女贞德，来吧，女武神刚刚没有看过嘛，对不对？到底能出场几位同伴呢、啊？这次我就没有圣女贞德了、啊，然后一个男生拿锤子的，我把他换成女武神了。大致上的配置是这样。喂喂，开始吃啊！哎，圣女贞德这样子嘞，也没有啊。有啦有啦有有，不过我是不是少一位角色啊？死亡率，猴子毒品，哎、欸，四位了，啊，所以我刚刚没有少角色了。哇，好多位啊！那我还能再增加吗？我们先吃看看。再增加一个闪电，好啊！女武神的闪电我们一定要用，好不好？不为什么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因为她就是女武神。名字写出来就感觉是踢灵脚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强一点的敌人啊？我都回血他。他那个旋转飞镖好强哦！哎、欸，如果再加一个查尔斯、欸，哎，会怎样？哎、欸，五位了，还有你，有五位了、欸，哎，哦，这款游戏做得很好嘛，哦，难怪敢打广告，因为你们有你的骄傲在，这款游戏很可以的。这里有一个医药箱，我们去喷血一下，来呀，好，我们留一下这个扣的。撞一下，增加伤害好了。这些血玩很多，继续撞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嘿，我就是要吃医药箱，我就是要自己喷血一下，这样才爽，好不好 ？OK 吗 ？OK 吧。咦，当我开始乱逛街的时候，就要升级喽。嗯，增加攻击力，
这样整体都会增加嘛，我那么多位角色了，是不是？哇，你看，这个就像豆腐 啊，好多次哦！我这边疯狂旋转，就把他们全部打掉了，因为攻击加10%嘛。技能效果持续时间8%太少了，我们再加个闪电好了。女武神的爱我已经感受到了，所以我必须再增加女武神。哎，好可爱的 boss 啊 ！Hello， 穿过去。留下好多经验值啊！哇，我的速度太强了，有看到没？每5秒1%回复 HP， 那不要了，我们圣女贞德了，范围扩大。哇，我的范围变好大、喔，这个就是圣女贞德吗？哦，看我地上的火圈，好猛哦、喔！这次 BOSS 完全拿我没辙，我撞他一下，我会喷血，再撞一下，把他死掉了。啊！我273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一口气增加3个状态耶！真的假的？那我可以直接碾过去吗？哎，真的耶！你看，我看到敌人是直接这样碾过去的。boss 来了，有没有医药箱？你看，然后我没扯啊，我就在这里暴撞啊，撞啊，来啊，来啊！你看。好强哦！我现在输出爆表啦，老大，要升级啦。增加10%技能大小和攻击范围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感觉技能变粗了哦。我不能再被子弹射到了，我现在差不多要挂了哦，要发挥我鹰眼般的闪避了。移动速度，增加火球，我们用喷火器好了。应该不用再增加跑速了。哇，我吃到了医药箱。好啦，开始乱穿了。你看，我这样子穿，究竟我还剩多少血呢？好强哦！物品获取范围加100%。吸，来，吸起来。加100%获取范围也不多啊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其实也不多的。范围扩大，好，我们再扩大，哇，看到没？哎，到这样子就很好玩了，做得很不错啊，这才是符合2023年嘛，新存者玩法就是要这样子进步。OK， 哎，这范围打 boss 了吗？打 boss 要增加攻击力还是要增加移动速度呢？肯定是攻击力的，他会被我打爆，你看，他拿我没辙啊。这个根本打不到我，碰他，我去撞他，咦、欸，我再穿，嘿嘿，再碰一下，咦、欸，还可以再挨啊，咦、欸，看到没？再碰一下，他死掉了。好啦，整体做的是相当棒的，游戏就玩到这里咯，大家拜拜。